Jeongwoo，哥，你不是先让我去埃及吗？想了想，我要不要去埃及看一看？去之前，你要先去个地方。神奇了吧，你就那么喜欢空前吗？一开始没有，一开始我就是想找口饭吃，就是在利用他，然后没想到工作室他那么想帮助我，我就想，那好，那我就答应做你的妹妹。然后他就真的开始对我特别好，跟我是他亲妹妹一样。虽然我不是他妹妹，我跟你说我会痛苦的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不回那里啊。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你这是想躲开公餐吗？啊，嘘！我喜欢公餐。喜欢宫城西，我已经没法再继续假装当他的妹妹。哎呀，朱莉，对不起，你要在我面前为别的男人哭，能不能别那么好看？啊！
娘，这儿要来接他的人，麻烦您告诉他这里地址。谢谢。表哥，向你敬礼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男的，他是我表哥。表哥，短于任何一起，注意力，小心！我抓住颗星星了，星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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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下来。我要是把这颗星星都给了你，这颗星要是掉了，你会抓住它吗？Okay.